张学金，北京京剧院一级演员，马派老生，全国政协委员，毕业于北京市戏曲学校，受教于王少楼等老师，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马连良的弟子，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。今天张学金先生将为大家教授京剧《甘露寺》选段。龙凤呈祥这出戏大家这个已经很熟悉了，我想为了这个青年对京剧不大了解的青年观众呢，我还是先把这个剧情介绍一下，便于他们知道这戏是怎么回事。这出戏就是三国的时候啊，这个因为刘备呢就把这个九界荆州不还，这个孙权就跟周瑜定了一个计，定一美人计，就说把刘备诓过东吴，把他的妹妹孙尚香啊嫁给他，等于就让把刘备做成人质了，拿他来换取荆州。诸葛亮呢识破这个计了，说主您过去没事儿，说这个
孙权那儿那个周瑜的岳父啊，叫乔轩，你就托他。所以这出戏呢，就是这乔轩在吴国太面前，把这个刘备说了一番好话，这样以后呢，在甘露寺呢相亲。这一相亲呢，吴国太就看中了刘备了，就把孙尚香弄假成真，就嫁给刘备了。所以咱们今天这段唱呢，就是甘露寺在这个吴国太问这个孙权，你定这美人计是怎么回事啊？他说他没定。这老太太一生气，最后他说他就为了定这计，把这个刘备诓过来，这样以后呢，产生了一个唱段。马先生这段唱段呢，我们用的是这个西皮的这个调式，用的是西皮原版。西皮原版在转流水，头四句呢是原版。熟悉的观众知道是什么是原版，可能不熟悉京戏的就不知道什么是原版。你给观众说说什么是原版。这原版啊，一般来说呢，就是四分之二的，是一板一眼，一个强拍一个弱拍。对，他说的挺对。我想啊，咱们在唱之前呢，先把唱词儿咱们念一遍，好吧？是劝千岁沙子休出口，老臣御主说从头。你们谁先把这两句词里的尖团字给分分？谁说？劝千岁。劝千岁。岁。岁。岁字不上口。沙字。修字是团字。修。出字要上口。出是。出要上口。要沙是上口字。千。劝千岁。千是尖字。先是尖字，别的是团字。对，修吃口，吃上口，上口字。所以咱们这京戏啊，它为什么要我们在唱之前必须把尖团字、上口字要给它分清楚？这我们在唱的时候呢，它就好唱了，是吧？老臣御主说从头，咱们生活里说御主就是主，可是我们在台上啊就不能唱主，唱主呢就不好听。老臣御主是吧？不好听。他用上口字呢，就是指御旨，说字呢也不是说，也不好听，也得上口。是用是，所以这两个字是上口字，是吧？现在咱们词儿也知道了。上口字尖端字这两句咱分清楚了，咱先把这两句咱们唱一遍，好吧？咱们先开始。修字啊要有一顿，全千这个千是尖字哈，全千岁。现在我们每个字啊要讲究扫弧形，就是说字要有字头、字辅、字尾。这一个千字呢，我们不能全千，要把字收回来，全千。千
再出岁，全千岁，岁也得收回来，杀子子。所以这个每个字的收韵，收这个韵，收这个音是很重要的，要掌握这个，好吧？咱们再来这句啊。传千岁，杀子，羞耻口。老臣于是主一个说，这俩是连着的。所以说呢，我们在处理上呢，老臣于是是这个说的要轻一点出，别说是于是是是也得收回来。是从头，从头，这个上口字呢，也不能给捆死了，也得分地方用。你像咱们唱《三娘教子》，也是把好言当作了我说，也是说，这点就不上口了。所以他得分地方，要灵活掌握。我说动人呐、这个说就不上口。还有咱们那个则啊，贼贼字儿，咱要上口就念则啊。让咱们唱桌饭，却愿那来。则是过，则是过啊。可是咱们唱那个张太平那花脸陈友谅词里头，帐中请来两国贼，他就唱贼，他就不能帐中请了两国则。说这是分场合，这个分折口，是吧？他要唱贼翘折了，对了，他要唱则，就变折口了，所以他就得唱挥堆者，他就唱贼，哎，所以这是咱们掌握上口字啊，它的这个灵活运用的这个方法，啊。传千岁，杀子，羞耻口。老臣
咱们再往下说，下边的词儿呢就是刘备本是，刘备本是那中山晋王的后，景帝玄孙一脉刘。这里边呢，我们也要分一下间断字啊。先说这个刘备本是，原来那个马先生唱的，咱们听这老唱片，马先生唱的就是啊，刘备本是晋王后。这个晋王啊，他叫中山晋王，所以等于说没有说全，所以呢后来呢就改成了加上了一个那中山晋王的后。这是等于说咱们在老先生的这段唱的基础上又给让他完整了一下，刘备本是那中山晋王的后。哎，本是这，所以这夹子的这个那中山呢，要夹的一个唱出来很俏皮啊。刘备本是用胡琴拉奏米，第一个当当拉中，第一个当当拉，咱们骗着板头了走。那中山晋王，中山晋王晋也是尖字，中山晋王的后，把这后搁到这儿以后，再唱他这个字的这个音的腔，晋王的后，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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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等于对刘备的这身世的一个。这个乔轩在吴国代面前呢介绍他，咱们把这句唱一下好吧。刘备本是那中山晋王的后，你再会。刘备本是那中山晋王的后。刘备本的这个那，那个那要往上弹出来，这个那别刘备本那是，他也不醒皮了。刘备本那是地的龙从那中山晋王的后。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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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再来一下啊。早了。所以这个我们要加的翘就得在这儿，你早了就不好听，晚了就不成，就是本那是第一个当增那中，第一个当登那立的当登那中拍前，对了，第一个当登那中整在这板前一点，要掌握住这点，再来回。上秦王的后，
刚才你们里边我没听清楚是谁唱这个后字啊，不能唱浊喽。那中山秦王的后，音也变了，喉了，不能变成喉。后，中山晋王的后，那中山秦王的后，后，后后后后，去声字，去声字音就不能强，不能长，出来就收。晋王的后，晋王的后，哦，签儿再说，晋王的后，变成侯，字就不对了。要秦王的后，秦王的后，后，哦哦哦哦哦哦哦，那个哦哦哦哦，有一个小装饰，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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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强弱在里头，啊，这句再来一下。说第四句，秦帝元帅。咱们平常说啊，号脉啊，一脉流，这也是一个上口字。咱们京戏呢，所以跟这个别的地方剧种不一样，咱们这个戏它用的就得用上口字。为什么咱们又是湖广韵，又是中州韵，又是尖字，又是团字？所以这跟咱们这个京剧的形成啊，根据它这个历史发展呢、啊，是离不开的。是不是、啊、对，因为咱们这戏最早的京戏是徽班进京，徽汉两调，所以你像湖北人说湖北佬是吧，他用的完全是湖广韵，什么简狭隘都上口，所以咱们是从京剧的演变是从这个徽调汉调徽班进京，他们当时唱的不是咱我们现在的这种京戏了，不是这种味儿的，是等于他们到了北京以后，又结合了咱们北方的昆曲，啊，那个弋阳腔，还有什么这个各个这个不同的这种曲种吧，往里头吸收发展。又有保留了这些湖广韵、中州韵的这些用字用声的方法，所以流传到现在，我们这形成我们京剧这个风格。好，因为时间的关系啊，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，咱们下次再说。好，观众同志们，再。